为家里撑起一片天的爸爸妈妈们，你们辛苦了，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在外要顶住工作压力，在家呢又要照顾家人，蜡烛两头烧，是不是经常感到生活无法平衡，身心疲惫，有时候搞得自己的情绪非常低落，精神不济，人生都已经变成黑白了呢？根据专家的提醒，过度抗压容易使我们的身心状态在不知不觉中呢走到了亚健康的灰色地带。常见的症状呢，像是失眠、情绪不稳、焦虑、胸闷、倦怠、提不起劲。所以每天让自己能有时间放松、喘息、充充电，让身体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像是听音乐啊，或是种植一些园艺，都是不错的方法。你也可以选择具有净化还有提振功效的精油，为你启动彩色的人生。含有柑橘、迷迭香、天竺葵、杜松浆果、胡荽叶的元气复方精油，温暖清新的香气能帮助提升防御力，净化及对抗环境的伤害物质。当身心俱疲的时候，它能为你调节元气，让你充满活力。夏昌好精油有马玉兰、百里香，还有薄荷的香味，含有高浓度的香芹酚，是帮助防御的精油。由于夏昌草精油含有高浓度的酚类，化学性质和牛至相似，也具备了牛至和百里香精油的温热草本香气，所以当我们深吸或扩香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用量，只要一到两滴就足够了。如果要涂抹在皮肤上，也请务必稀释之后再来使用。要如何将夏香草运用在生活中？每天在牙膏、漱口水或洗发精中加入一滴，可以增加清洁效果。将一滴夏香草以分六椰子油稀释之后，涂抹在足底或是脊椎的地方，香氛可以随时随地提高身体的一个保护力。搭配运动时来扩香，夏香草的香氛可以帮助身心愉快，运动更带劲哦。元气复方精油搭配夏香草精油，这组合为你的身体开启活力，为生活带来满满元气。